他就粘进去。哦哟，他就一起粘进去。哦哟 ，OK。哦，我的天哪！四姐，我又来了。你来干嘛？我来挑战八两，敢不敢接？敢呀，怎么不敢？哎呦，河北辣王又来了！是的。今天挑战几两啊？八两。八两这么多啊？是的。你是不是把想把阿姨的仓库给搬空啊？我看见这一款有那个想法。阿姨，看见你脚都发软了。我不会翻译，我看见这一款，我要吃几酒。来了，冰火两重天。好的。放多少？加完。我有我的妈呀！加完。哦哟。我来尝一口啊。我闻都可以。孙姐，这个还不够辣呀？还有辣椒吗？有啊。你啊，帮我搞一个。爆辣。出来，来了来了，两个辣啊，一个红油辣，还有一个米椒辣。然后我加完这辣椒的话，你要多得两箱啊，多得两箱是吧？这个两箱，这个两箱啊。如果再破纪录呢？两箱啊，你是两箱啊。那嘉宾的话，你不多送两箱，18箱吗？可以，没问题。好，那就粘进去。哦哟，那就一起粘进去。哦哟 ，OK。哦，我的天哪！这么辣，还行，还行，也不哭，不会哭。孙姐，这样的话，我就破完记录的话，加这么多辣椒，你总共是多少箱？已经是20箱了。20箱是吧？对。行啊，现在温度可以了，那我就开始了吧。嗯，开始，加油！哎呦，我的妈呀！这个是什么螺蛳粉，阿姨？你说呢？又加了冰块，又加了小米辣，还加了那么多辣椒油。是的，又加辣，又加米辣椒，又加冰块，冰火两重天，对吗？真的是，真的是冰火两重天了。我那不是咯，他如果10分钟内吃完的话得20箱。是的，如果说超过10分钟的话18箱，对吧？对。那你们损失差不多1000块钱了。没事，他要是挑战1分钟吃完，我不是还要5000块钱咯，怕什么？这个大哥是从北方来的吧？穿这个军大衣过来，从河北过来。小哥，你们那里下雪了是吗？是啊。哇，还是我们这里好，你看我们还穿短袖。你那个是短袖，那个是东北大花。你乱说，这是广西我们柳州的小花。哦哟，1分半了哦，就已经去了一半了哦，阿姨。下次一斤，吃得更快。这么多粉要吃到什么时候去哦？会不会失败啊，阿姨糖？他吃面条吃2斤，你说他会失败吗？你还敢给他来啊？怎么不敢呢、啊？因为人家吃得啊。我以为你看到他都怕了嘞。有什么怕？什么不多，就是粉团。大哥，你不觉得辣吗？加那么多辣椒。嗯，辣。哇，河北辣王哦，阿姨，果然是河北辣王哦。在你家称出了名了。在你这里吃粉吃出名了。吃上1斤就出名了，现在才是8两，要吃上1斤，这个8两也很多了，不是一般人能吃得下的。8两算什么，对吗？是的。你看，你们一个都比这个帅哥这么难吃。好像没有多少个人敢挑战8两吧，阿姨。还有一个羊毛锅哦，羊毛锅。他那个是30分钟去，那个不得。我的天哪，他已经8两，他已经失败了，好吗？这个是羊毛锅的大哥阿姨。8碗1两，他都打败了。现在他都不敢来了哦。那他再继续来吃，那肯定是晚上啊。失败了就不可能再有机会了呀。他不敢来了，派他这个河北辣王他大哥来呀。那不好吗？你看，这个真正的是辣王哦，你看那么多小米辣。估计湖南四川都不敢这么吃吧？那个辣椒是不是假的呀，阿姨？谁说是假呀？你信不信我拿一个给你吃看？它都不辣，加那么多，那不是假的吗？不可能啊！大哥，你吃一个看一下，是不是真的？来，小米辣。我以为真吃啊！来，加十个。像吃那个散纸一样，一点事都没有，对吧？哦哟，是的。这个厉害，这个厉害，是假的，真的是。这个老太婆的粉那么好吃吗？是的，当然好吃，不好吃，我也不会总来挑战。哎呦，阿姨，你除了搞这个挑战活动以外，还有其他什么活动没有啊？
有啊。什么活动？去我们直播间下单，39.9元，发六包送五个锅。哦哟，还送个锅啊？对。那如果不想要锅，还有别的没有？你可以配那个39.9元，发八包的。哦，有两种选择是吗？对呀、啊。这老太婆可以啊，考虑了那么周全。你的你以为老太婆就是小气啊？我以前听他们说，一年几年都不搞活动，今年怎么搞那么多活动啊？那时候老太婆没有粉这么多，现在粉多的是。哦。什么不多就是粉多，你知道吗？现在破产了是吗？破产了，我粉了多吗？破产。扩大生产。你是扩大生产了吗？是吗？是的，你说话要说清楚一点哦。哎呦，青菜吃完了，吃完了，最后一碗了。哎呦。七分半就已经干完这大盆了，还不端粉出来啊？人家快吃完了，阿姨。急什么呀？你那宝马车都开过来了，势必要拉完你仓库的。拉他就拉嘞，啊，有本事清完我仓库的粉。开开，给他。现在还有一分钟啊，差不多啊。嗯，没有了，最后一个粉没有了。嗯，还有两分。吃完了。吃完了。哦哟，饱了没有？太棒了，差不多了，8分54秒，挑战成功。自己的萝卜好吃，所以我经常来挑战。你这个不是挑战了、啊，你这个是来进货了。尊姐都害怕了，你知道吗？特意来进货。帅哥，恭喜你，8分54秒挑战成功。你看，得20箱，开心吗？开心。8碗1两的不？不是，8两哦。下次还敢来吗？敢来。下次是9两哦。是的。好吧。欢迎下次光临啊！下次我争取开一个大的车过来。嗯，好的，欢迎下次光临啊！好，谢谢师姐。下次是9碗1两了啊！是的。好的。好，拜拜。谢谢师姐，拜拜。